唔系三个，三蛋糕啊！大家好，我系马高，欢迎大家收睇《鬼咁好瞓》。《鬼咁好瞓》顾名思义，我会带大家去一个恐怖猛鬼嘅地方嗰度瞓一晚，住一晚。瞓觉系人体能量最低点，亦都系最冇防备，最容易令到一啲嘅灵界朋友仔入侵人体身体嘅时候。咁所以今日我带大家嚟到一个可以话系荒废已久嘅元朗滤水厂水厂嘅位置。呢度點解咁猛鬼呢？首先第一個原因咧，話説呢度有個水塘，呢度附近南地水塘嘅村民咧，其實都見過有啲人特登走過嚟喺呢邊自殺，即係死過人啦。更有傳呢度有一個鯉魚精，嗱，而事源就講緊呢度附近嘅居民一啲嘅小朋友，好中意走過嚟呢個南地水塘嗰邊嗰度嬉戲玩水咁嘅。咁當時佢見到一個鯉魚游咗上嚟，咁啲小朋友好心諗住餵佢咧，點不知一餵咧，俾佢哋一夾，咁就拉咗落水。自此之後咧，呢度好多一啲嘅小朋友嘅亡魂，以及其他啲嘅亡魂。第二個原因點解呢度會猛鬼呢？因為呢度附近嘅山形比較空曠，以及呢度嘅山咧都係比較細。如果喺以玄學角度上係比較邪門嘅，所以今日走過嚟瞓一晚。看看感受一下呢度有几咁猛鬼，睇会唔会录到一啲嘅灵异现象俾大家睇睇。以及呢度重点一样嘢咧，其实呢个元朗滤水厂曾经有套电影，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无双》，系周润发同埋郭富城喺呢度拍摄嘅场景之一。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制造伪钞嗰一幕个场景咧，就喺呢度拍，就喺我身后入边。咁阵间带大家去睇一睇先。好，我哋准备。出發入到嚟呢個元朗濾水廠啦，咁就望到其實個大門方面呢度門口咧，我見到佢應該仲有電著緊嘅喎，會唔會係俾啲電力供應咧喺樓下嗰度有個地盤供電咧？唔知咁呢度就係呢個濾水廠嘅外圍啦。其實我見過一個新聞話說。之前呢個水廠講緊係火燭嘅，我見到好似入邊係咪黑曬黑面嗎？定係夜晚見到個情況係咁咋？大家其實我見到呢個元朗濾水廠咧，喺1963年嗰度興建而成嘅。好，咁我哋入去望一望先啊。咁我哋話咁快咧落到嚟呢個位置，嗱，雖然都仲係有啲外圍鐵絲網去封住啦，我哋見到呢度出邊有啲嘅。圖啦，咦？呢度係咪出去外圍地方嚟噶？呢度寫住位咁邪門嘅，寫住個 death。我唔知道外圍啦，有冇一啲嘅高靈人士睇到一啲嘅靈界朋友仔會係喺邊個方向？我想問呢度有冇靈界朋友仔喺度？如果有嘅，可以麻煩透過呢個 EMF 去俾啲反應我啊！你哋會係喺邊個方向？或者介唔介意指引俾我睇？我哋咁样360度转一转，睇下搵唔搵到啲嘅所谓嘅灵界朋友仔，佢哋会系喺边个方向？或者通常 EMF 咧就系讲紧一啲嘅灵体系非常之近呢个范围，咁佢就会感应到噶啦。你哋有冇灵界朋友仔喺度？喂！哇！嚇死啊！睇到啲嘢添，勁似有一個人呢個影，勁似有一個女人。哇！不過呢度行上嚟嗰陣時咧，非常之大風陰涼。講緊唔係呢幾日大風啊，係呢個範圍係非常之大風。你大家都知道，其實呢排係好熱嘅，天氣好翳焗嘅。喂，呢度可以入去喎，咁望到上邊。因為佢啲玻璃窗嗰啲窗咧好高啊，好高樓梯啊，咁我哋入去望望先啊！哇，
我入到嚟，好大陣噏味，有少少應該係燒焦，但有少少好臭嘅噏味。入到嚟呢個地下嗰層，哇！哇死！我頭先見到好大隻蝙蝠。哇！不過呢度地下咧真係，喂，冇撞到我啊！好大一啲嘅泥沙啊！哇！會唔會撞到我噶？個蝙蝠 ？OK， 好，費事影響到佢，因為上一次嘅大火咧，搞到咁樣。大家可以睇到個地下咧，就係好多一啲嘅沙石。危險嘅危險在係呢啲咁嘅天花位。好，我哋入去望一望先。嗱，咁我哋陣間再揾一揾電影《無雙》嗰個場景。喂，呢度噃，大家有冇一啲嘅印象？有冇一啲嘅記憶？呢度就係電影《無雙》周潤發同埋郭富城先生主演嘅場景之一，當時係整緊一啲嘅偽鈔嘅場景嚟嘅。哇！望到上邊或者後邊嘅方向咧，都係非常之陰森。我哋望一望下邊嘅位置，佢呢啲係咪？啲泥水嗰啲位置，佢每一格每一格都好似有喎，類似廁所嗰啲格局嘅感覺。喂，唔小心踩到啲嘢啫，唔小心踩咗呢啲咁嘅地渠嗰啲板啊！逝者如斯夫，高位望落去咧。更加顯得特別陰森恐怖。我哋試一試喺呢度用火柴，睇邊度會 detect 到靈界頻。哇！窗户、火柴呢邊咧，呢邊反而冇喎。有冇高靈人士見到啊？佢係男啊，定係女噶？定係其他形態？唔知道，但依家呈現我面前咧係一個火柴嘅形態，其他位置相反就冇啦，唔見有，暫時唔見有啊！即係以我所知，呢個位置都係得一個靈界朋友仔啫。呢度嘅水廠其中一個地形嘅外貌就係咁嘅，咁可能呢度就係可能排水啫，定係唔知點啦。我諗應該都有人落過去喎，因為啲塗鴉咧喺下邊。哦，我知啦，應該係擒一啲嘅貓梯落去。其實呢度有塊鏡，唔知有冇嘢啲嘢古怪啦。我先熄熄燈先。就是這樣的，開燈 OK， 不太光猛了。我們這裡進去，喂，這裡就真的有點害怕。我在這裡長開一個 EMF 看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先啊。它上面不論是天花牆身呢，都是燒焦到黑色，好誇張！哇，兩張凳。好，我哋呢邊入去。哇！啊，係啦，啲味就喺呢度，喺呢度傳出。呢度特別異局，會唔會有啲嘅人嘅屍體？即係嗰種噏味有啲似，其實係有一次我之前去過有屍蟲嘅地方，嗰陣味係好似嘅。呢度，哇！呢度陰暗啊，濾水嗰啲係咪攪拌啊？攪拌嗰啲嘢，
喂，喂，呢间房呢度好多啲嘅樽啊！喂，有人喺度饮酒咁得意，诶？哇！可能一啲死咗嘅雀仔陣味，夾雜住呢啲咁嘅燒焦咗、燒窿咗嘅味道。好，哇！佢寫咩啊？呢個我頭先擰轉頭一望，好似寫咗一啲千字文嗰啲咒語嗰啲咁啊！我哋由呢邊開始照一照呢個火場啊！有冇一啲咩特別嘅發現？水樽有火柴人，一隻字夢有火柴人。咁我哋入去呢個位置，頭先見到有兩個火柴人。咦，哇！呢度一個兩個，一個兩個。頭先有三個喎，見到一個好大個頭先，定係我眼花？而一個跳緊舞，唔係三個，三蛋糕啊！蛋糕啊！佢哋喺度见到，佢哋不停重复，即系几乎差唔多一个动作。头先呢度见到有个大嘅，哦，好奇怪，第一次见呢个系，第一次见，即系大嘅火柴人都见过两次，但系估唔到见到一啲咁嘅打交嘅火柴人都有喎。好，各位觀眾，我準備瞓覺啦。咁依家揀咗一間有雀仔屍體嘅房間瞓覺。咁大家可以見到身後咧呢個位置咧，佢嘅頂天花咧都係被燒焦過好黑嘅痕跡。咁我依家 set 咗兩支 cam， 呢個係主熒幕，另外第二支 cam 咧 set 在嗰邊，咁個鏡頭可以射向另一個房間嘅位置。咁原本打算係 set 三支 cam 嘅，但可惜咧我個時鐘咧有啲故障，咁只能夠將第三支 cam 手機嗰支 cam 咧，咁就校成一個時鐘。睇時鐘咁去做，咁依時間係凌晨1:34，準備開始。聲問
好，最瞓醒，依家时间系4:49。今晚成晚感觉方面，好似成晚都瞓唔到觉啊！我唔知 cam 入边有冇影到啲咩特别啦。咁成晚都好似发到啲梦，但系又扎醒咗，会系咁嘅。唔知系会唔会系因为受到呢个地方比较阴凉、比较晚嘅关系？因为我自己都好少咁去扎醒嘅。咁如果有啲高年人士，見到我兩個 cam 都有啲靈界朋友仔喺附近嘅話，麻煩可以喺下面留言嗰度 comment 我。咁好啦，今集到此為止。中意朋友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撳埋隔離鐘有聲隨時通知你哋。記得 follow Facebook 同 IG 同 Telegram。下集再見喎，拜拜。